穿越桂南之旅体育旅游精品线路呢，荣膺了这个全国十佳啊体育旅游精品线路，它凝聚了我们前南海体育旅游工作者的这么多年的在体育旅游工作推动上的这个付出的这个心血啊，所以我们是非常激动。本次入选2024全国十佳体育旅游精品线路的贵州黔南穿越桂南之旅总长369公里，根据桂南高铁黔南段串联，途经龙里县、贵定县、都匀市、三都县、荔波县，并将途经地的多个名优景区景点连接在一起，几乎是涵盖了我们贵黔南州的南部的6个县市。依托桂南高铁开通以后形成的良好的这么一个便利的交通条件，把我们沿线的这个丰富的山地户外资源啊，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有特色的文旅地标推出去，进一步的推进我们整个贵州省的旅游产业化的高质量的发展。据了解，该线路仅仅依托生态环境、民族文化、山地旅游、气温、气候等优势资源，不断丰富景区的体育产品供给形式和内容，创新搭建新型体育旅游赛事体系。在本次两个博览会上，穿越桂南之旅展现的不光是体旅融合发展下的黔南，也让更多人深入地认识了体育旅游生态蓬勃发展的贵州。我们也想通过我们获得这个一个全国十佳的这么一个良好的契机啊，下一步啊，充分的把我们黔南州的啊这个丰富的山地户外资源啊，这个深厚的民族文化的这么一些底蕴和有特色的这些文旅地标，把它推向全国啊，进一步的促进我们贵州省的旅游产业化的高质量的发展。百姓关注记者报道。